选三张。这里哪张是过去牌呀？这张。那这张不要了，反正过去都已经过去了，算它干嘛？我要看现在和将来的。这张打阿卡那牌不太妙啊。这牌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高塔牌，这牌意味着在今后你可能会遇到很突然的事情，你的人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。那就是说我要倒霉了？哦，也不是那个意思，这是个转折点，如果处理得好，往后就会变得顺畅，如果处理得不好，那就……那要怎么解决？试着面对它，接受它，努力解决它，不要逃避，否则你会有更加痛苦的遭遇。好像你没当回事儿啊。反正那么多痛苦我都已经经历过了，这有什么好怕的？嘿，年纪轻轻的就一副看破红尘的样子，这不是淡定，是幼稚。未来的你会遇到很多的事情，遇见很多的人，是现在的你所无法想象的。那能帮我看看未来的牌吗？磨磨唧唧的翻开不就好了？不能这么快，这牌阵是最后的，也是最重要的一张牌，它关系到你未来的运势。你没听说过吗？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故弄玄虚。喂，喂，小弟，你在哪？